就命着俩房，俩房大的去，啊，你一讲他给你跑大了。他那跑的去，走多分钟。他那说他闯南的跑，他给他打过来。啊，没有那气了吧？要不要跑？少一点，其实还能少一点。啊，多好的气！开始走左边呢。嗯。那回商量了，商量了，嗯，啊，平局，那啥，我吃得香。你腌的馒头好了，你管他呢。我不想你跑。晚上吧，腌的馒头好了。不是。腌的馒头，吃你的馒了。吃馒头，吃了馒要不要？打狙。啊？那狙打炮。打狙呗，嗯，打狙吧，就打炮腌馒呗。狙打狙，人家不是退役了。你腌马，它又顶住你的马出来，有了上局了，上局了，可以先打局盘了，上局了。哎，抓个马来。嗯，就跑不了。上局。啊，太干了，再还输。没有。打局退役，只有三次。建筑反正是建筑吧，吃好，是吧？吃好，可以。吃好，你的钱吃得了好。你们上得了快。对了。哎呀，反正是你呀，多个香。在家打吧。真大了啊！哎，你叫他打了个真大，那我真大。那天大你把中兵吃了吧，你打得干？可不客气。可不客气。他有没有位置？是不是？这上局人家连个兵也吃不了，你打得干？哎，野猪马吃呀！你吃这怎么那么干？不，衙门在上。不，你野猪马他还上来？哎，你看这都是。这压制全着了，没有用。他一打十，他咋着？野马啊，马哥吃了是咋回？他跑打他了，打死不给他崴了？啊，还啥嘞？给他崴了都过了吧？他，哎，你吓得害怕？看我这跑来了呢，对不对？还好啊，还好啊。还去哪？还进去吧？不进了，不进。好的，一批，多个人不多，多个不多，人不多，人不多是吧？好的，好用刀子，要不？到了不？打了不？兵种权。管他分边吧，你看你。打了。哎呀。打了他干啥？兵种权，你。那打分边多好嘞。他的兵种权打了。啊，这都是局上去。要不这个马往那边跑，就别这马在这边跑丢了，这马掉到那边去了。
啊，你本身那不干公民，你一公民就屌字了，是不是？能考虑点吗？那中国发财朝怎么朝你走啊？人家说嘛，笑。又这气不好了。这气不好。你看你那个，这气不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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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居住权。公寓部可以出去给他换了算了，不换，换个啥？你公寓部不换，不换他就得了。公寓部就是给他换了啥呀？我急忙出不了。老家硬一点，谁硬了？太硬了，入来好好的进。哎，老刘下来可好了，年龄大了。他的钱我说我叫供，一供多好一点，他又吃不了你多好，这都上不了，你退一我就麻烦。能好下来？不好呀，咋不？不抓你，那跑了咋？一定好，就是心里害怕，怕啥一天吧。那俩鸡跟那个够重病，跟那个头不跟个头，你知道吗？你又搁这儿了？我有衣服上的气，限制，你是受的限制啊？限制也得限制吧？你搁这儿有回去了，那就替你。刚回去，你不是两不嫌弃？这写的不一样。限制也得。这不一样。你家人，哎呀，这家人也都好，你不？你家你，你那个军军的，对吧？你那侄女。见着不得也得见着，你等一等，给他自作两不起，这有啥事儿？对不对？我种种拼了，不拼，真有劲儿你就拼，共种种。听到吗？共种种再拼。这瓶真有劲儿，哦，别嘛，哎，你种种都穿，种种人也不高举了，高又不举，我种种那一个硬武器，我就是，哎呀，我就是说，我就是种种献祭了，哈哈哈哈哈，哎，去吧，那个那公主，去吃点去。你看看啊，你这吃的嘛呢？这皮子，啥玩意儿？你这系统的？对，你这系统的啥？要放进去就做好的系统。这不是你去整容去了，你不去抽？换嘛？我看要是不换了，他咱不这边受不了，不想好了就吃点东西。老家刚才这个鸡不中，那个那鸡成了出来了。啊，出来就错了。现在你耽误事。你不换人家也给吃掉，他真有劲儿了，他非要那样就。高级折慢。嗯。黑气高级折慢。天哪，这桌子吧，脏掉了。哎，你脏吧。把个萝卜给卫生，讲了一讲，哎，不用讲，讲那个啥呀？讲评语，这不吃猪了？哈哈，对吧？你看吃猪，对了。你这有点危险的，嗯，他敢吃了，他一大重兵你都够呛，你看你啥都不怕为主啊？
那家人倒一江，你再回来一整了，你剩下来一江。倒一江，干点。干点就该倒一江，要不然那个。你这我基本要求啊，我干点就明天再倒一江。不江了，我也江。有点恶心。你这不管了，你还管多了？你打中兵，那中满了，满了多少天？这有故事的，那还得再倒一江。再倒一江吧。啊。县，俺县里的县里。有孩子个多。不叫你打了。行，这将来吧，别打个中柱就好了。不用不用，你干点大点的，干点。旁边一些去都占住的。小马。小马上不去。小马有啥用？小马把中兵吃光。小马有啥用？他多个中兵，往那一跳嘛，他也是中兵。回公路拼。对不对？拼他爸爸给你拼。那一跑三兵。他只多。一跑三兵，三兵不了吧？你这不是三兵是啥呀？你给他咋提一个兵呢？你给说说。你看啊。我拆了一步，吃中兵，我攻一兵，我吃了，三兵，一兵啊，两个兵，是不是三兵啊？两兵，哎，这还得去查查。你都是两个兵，你别啥么啥的。当不着，体格又背的都跟跳马，现在跳马都能马，马不活都能没有其他体没有活动地方。我他妈的把水吃了。这中间我忘掉了。嗯？这是还有沙冰，这沙冰能让揉。弄啥走？推一会儿。那会敢推？你推人家一不挪这联名一派，你咋走了？你他现在他不敢派，你不推他不敢派呀、啊？你一推完派兵了。你往这挪一步，他就快不过来了。他挪一步，你把中兵派出来了。嗯，你不能生气也是。我推一步，他派一步吃了，打了我外边，不还挪去？对不对？哎呀，拼了拼了。嗯，派兵，派个拐子还是多少？你派这个兵啊？派这个兵，派兵干了，把你的马都给你。嗯，派这个兵呗。这个兵，这个兵下来就错了。嗯，派兵一攻，不要吃你了，不战死你了，他过来了。他过不来了，这个棘手过过不去。他过个兵，你管得抓了，他也过不个硬不战，工兵不管了。嗯。要门咋弄？门不要。哎呀妈呀！这就不要。回来。你这样的。攻。那对半家还是啥意思？吃了，半啊对半了，给你吃。第二个马，啥事？讲你，哎呀，这几分钟了，都够呛了。吃那股马呗，不跑，吃那股跑呗。入地了，入地了，入啥地？入地了咋办呢？地跑了。换你。工兵，工，哎，他马也不敢动。马咋不敢动？马往这跳。哪动工人家那？啊？工人家那个？工人家电锯。马不敢走。马不敢走。哎，工人家。你不是叫工家呢？那会中。电锯。电锯吧，那就箱子垫不上。工。站不。电枪派的。工人家不电锯。没法了。小柱，小柱，小柱成了精。
我都想着这个品质。